員部隊少將張公竟然大膽指出，當晚在工場上會殺死過一名學生和群眾，亦都會用裝甲車、坦克車壓死、壓傷任何一人。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就指出，部隊戰士加上最有英籍的歹徒，有近300人死亡，而學生方面有23人死亡。最有英德，到底一班民運人士做錯了些乜嘢？點解爭取民主突然變咗死罪一條呢？當年聽到廣播、睇緊電視的你哋有咩感受？我叫洪志，今年20歲。小六四發生嗰年，我仲未出世。但喺中午嘅時候，我發覺張紙簽滿咗六四一段歷史，所以我自己上網去認識六四。到咗28年後嘅今日，仍然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六四係咩一回事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主動咁認識六四，了解成件事嘅真相。我叫蕭允權，今年18歲，第一次認識六四係小學嘅時候，跟住大家去六四晚會。咁啊，我叫葉若元，我唔明白點解咁辛苦都咁多人支持，但慢慢我已經知道，原來我哋每個人都有責任去為唔好忘記六四呢個產生，唔好忘記個家庭，因為我哋爭取到民主嘅學家。我叫黃生君，今年18歲。六四對於我嚟講係一件極為可怕嘅事情。可怕源自於前人嘅犧牲，無數人民喺一夜之間因為堅持所想、追求民主而作出嘅犧牲。可怕更加係源自於我哋嘅淡忘同埋唔了解，對一件原本值得刻劃喺歷史上面嘅事情漸漸褪色。至少係今晚，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認識六四、了解六四、反思六四、無忘六四。我叫林樂賢，今年20歲。六四已經過了28年，但呢2年大家好似慢慢咁淡忘咗呢件事。有啲人會話我哋好左交，每年做埋呢啲咁行禮如儀嘅事，究竟有咩用？但如果我哋連呢啲都唔做嘅時候，點將呢件事、點將呢個惡行公諸於世呢？人民
做的坚决平衡战略，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我显得过于沉重，但是我们去了，我们却不得不去了，历史这样要求我们。天安门广场前有不少学生因绝食、绝水而体力透支，出现休克、吐血的症状。然而，学生得到的回应却是北京政府的戒严令以及忐忑无情的蹂躏。民运人士为了国家的民主进程，付出了性命和前途。你问忧国忧民的情操，究竟何罪之有呢？